要看 who 的吗？这个韩国暗夜不知道是谁，或者也不是韩国暗夜，我已经出现了，今天晚上叫就韩还文有暗空。夜，好吧，不叫韩国暗夜。看看是谁吧，那个韩文 UD 搞不好就是十点。这一我次分析参赛明名单白，正好没有十点。打魔兽的就这么几个人，这还用分析吗？那我怎么改的这个 UD？韩国 UD，伪韩国 UD 是吧？哎，不，我又这改成韩国暗夜 UD 已经输给 WHO 了。UD 了。啊，韩国也打谁 WHO 是吧？第二盘，第一盘不知道谁赢呢。没感冒，我是鼻炎，因为我只要吹空调就会打喷嚏，WHO 很僵硬，怎么我们都来看所他比以赛了？夏天很压抑。我操，这个暗夜会打韩文的，应该就是韩国人吧？那别人都打了这么多韩文了，已经肯定是韩国人了呀，感谢这个青春 UD 给肯了定是。000的飞机。户最近打的还是蛮多的，但是他的打法有点奇葩。我的天呐，户这个赛季打了561盘，很多吧？我的天，这还不多吗？你像正常点的才打了200盘左右的，他打了560盘，那可以啊，感谢浩 CY 的办卡。我才打了230盘。我打了有100盘吗？我看一下，怎么看的？你打了110盘，还行。打的有点多，但是我感觉他的这个打法打太多也没啥用啊，天天先知飞龙，打4个组都是先知飞龙，这种打法打10盘跟打100盘感觉区别不明显，提升空间不大。那没有，剑圣肯定是有练的呀。就他不是打兽族内战都是用剑圣吗？我很迷茫，为什么都在看他？人家说我的 game 是 noble。好，发糕已经赢了，赢了 TPC 过来嘲讽了。那应该是小 KK 要打 TPC 吧？小 KK 打 TPC，然后这个互打这个韩国暗夜。输的人不对，那边还有周西西和。周西西和十电在打，好慢啊！今天打的，那 TBC 被淘汰了是吧？对啊，TPC 输给了 Moon 和 Fast 了 TBC 呀。今天也是分组不好啊，就上来就打 Moon，然后下来就直接打 Faggo。他发狗是不是还要打？现在就是出了要一打。个淘汰了一个，TPC 被淘汰了，然后 Moon 出了，然后剩嗯。下六个还得继续打。今天打的节奏很慢，2个小时了，才一出一柜。今天的比赛很持久，好吗？现在已经9点了。对啊，2个小时才淘汰一个，出昨天现一十个。点就已经完全结束了。对啊，今天有望打到11点。
因为有 TVC，哎，我无力反驳。但是好消息是 TBC 已经被淘汰了。这为什么是好消息嘞？他要是败者组一路杀上来，你想一下，今天得加班，12点。一不小心都加班到明天了。是这样的呀，你像败者组如果各种兽族一路打上来，这个冰龙女妖，我去，一盘就得半小时。一盘我就得打六盘。这个月的月赛没有看到那个 Frey 啊，不知道这个暗夜会不会是那个 Frey。那估计就是吧。打魔兽的就这么几个人，不可能莫名其妙冒出来一个韩文 ID，然后还没有，还是不认识的，那不可能啊！我只能破案了呀。哦，最近都开始远古风加法了呀。护的我觉得是因话，为他们最近被剑圣上来砍，砍得有点崩。对啊，但这个这图种怎护么可甲能就是上来针被对砍？剑圣上来过来的。这个图不可能上来被砍啊。对啊，所以这么疯一点道理都没有。而且这个图的路口特别窄，其实很容易就完全封死了。两个月景，一个商店，一个祭坛就封死了。上来练分矿，护还是用剑圣的，这是护打谁？不知道一个韩国暗夜可能是 free 吧。阉割也好像也没有这个，不过阉割应该是不会开个马甲的。对啊，肯定不是阉割啊。想一想，那个福瑞是什么风格的，我都想不起来了。Frey 的风格没什么风格啊，他我都记不清楚了，Frey 的打法是偏彩色的吗？还是偏 Lolita 嘞？都有一点，打法比较常规，但是没有想法上没有那么没有说看着那么僵硬。得先练远的呀。好，三百。黄精灵的话还是有两个露在外面的，这里没练好被冰甲了，运气还是可以的，两个爪子。哎，想练左下角，但是剑圣可能要抓到了吗？没有，双方都想抓对方。天黑视野之前都看到了，刚才还属于天亮视野，互相都看到了。而且已经看到了这个 DH 的装备啊，知道练了分矿。大 G 跟 DH 跟好，剑圣找找上来分矿看一有没下有没有有。偷矿。我看都不看的我都咯，看都不看，这么嚣张的咯？真是犀利呀！单传，那万一暗夜有，就太倒。啊，他买的是头环，不买单传，那互崩了砍呀。基地啊！这种远古风法就可以砍基地啊！啊，他都不砍，但是练没雇啥佣用啊，兵直去接把了。你的雇佣兵可以整个收完，好吗？没格子哎。
雇佣兵有两个宝物，很绝望，好吧？这个头环买的，这头环。只能开加速，开加速把五级怪杀了，然后去右上角了。这里暗夜这要里要练三吗？还是把兽族打 TP？打地洞，把兽族打 TP。他这个兽地族洞没有建的是 TP。太随意了，这随便拆啊，修都不好修。主要没法集火，三个地洞你啊，能直接同时开集矿火。哇，暗夜打得非常的好，这回不来好吗？GG 了。三个地洞没办法站在一起一起集火，能他够的一掠起夺集火，先想集和火玩黄家皮再非常集火好。DH 就行了。三个地洞是各自为战，先射黄皮，再射 DH，还有一个大狙帮忙，这里赶不回来，拆了一个地洞已经很赚了。想出小路，造了 BH，啊，这里没封住。这条缝还是留的有点大的。这里其实暗夜也亏回来很多。就拆了一个地洞，然后又亏了很多出去。但是暗夜可以先别回来，等自己的分矿造好了再回来。哎，开矿了，开矿还是靠不然谱自的。己的分矿可能要被拆的。这盘不开矿已经 GG 了，开矿的放个话小可以精出灵，小路。放个小精灵，买二英二雄发吧。个炼金，兽王，就守望爆先小不路用了。了。这就是远古风法的坏处啊！妈的，这兽族大摇大摆在你家把你打成猪头。不过整体来说还是兽族赚啊，不，还是暗夜赚啊。主要是有分矿，没分矿它基本凉了，好吧？开矿还是开得很好的，还是打得比较灵活，选择了出小路开矿。有这个分矿的存在，兽族基本凉啊。这张地图所哎，有这的个地大方巨都能是看到分矿，现在二本一好，赶紧自己也开一个吧。看到也没用了呀。那没那么绝望吧？这 BL 都没造，怎么可能就直接凉了？现在还没 BL 啊，兽族劣也没被势砍死。肯定是劣势，但是没至于已经凉了呀。你又没办法把小路变这出里来。暗夜的 TP 也是没有交的。雾这里掠夺还是赚了不少的钱，二英雄终于要出来这了。不绕了一圈想拆基地，你喝多了吧？就这部队，练左下角吗？这拆基地真的有点喝多了，看你看。这换成四个狼骑，还说一说，你这三个大 G 怎么拆啊？三个大狙一个绿皮打基地，你不是喝多了吗？喝多了，喝多了。颓了干哟，这什嘛呢？么想的呀？狼骑也在过来，他要拆。暗夜可以买张群补就吊锤你，精灵可以修有两个精灵，问题不大，可以升个治疗波吗？这里有群补的，问题不大，已经变了，好吧？抽一下，抽一下小歪，然后吃个群补，你倒是抽啊，兽三王级有群补的 DH。DH 杀不死，剑圣刚不过，群补吃过他了。把大蓝都已经吃了，群补已经被暗夜买了，可以买一个无少主敌。买了个无敌。哎，绿皮，这波让小歪变了好几回，没有抽到小歪，然后小精灵其实可这以是爆一蛮下危险变。的，刚刚好，要被打 TP 了。没有变的。这波暗夜操作的不是很好，操作的好的话，兽族应该没那么赚。想强扒基地，那哇，基基地地要扒几掉个就呀？赢只有了，三个小精灵啊！基地扒掉就赢了，狼骑再被拍，哎，修啊修！四个精灵在修，只有一个狼骑，完了，打掉了呀！快快快快快！我操，完了哇，呀，这么这他平妹啊，的，一波打死了！这波这么搞笑的，居然把暗夜打崩了。我真是我的服天气，呐，三个大 G 一个绿皮过来，还有一个狼骑，然后又来了个狼骑，把艾也打崩了。哎，我真是颓了。
主要群谱也是暗夜的呀，这怎么可能被他打出操作来的呢？不对好，不他对？没有他 DH 没抽到过小蛙，小蛙变太多发了。他这也只没要什有么一个感觉精了。灵掩护一下，DH 去抽小蛙，不可能被打崩的。那现在已经领先了20口了。凉凉，颓了，用的是三元，补了个 BW，还用而什且么？兽王这个英雄有点弱的。用的啥都没用。互笑嘻我不嘻觉得呀、这一盘还是应该出炼金吧。啊，肯定是炼金啊！只要照 BL 就应该是炼金。兽王现在太弱了。全部买上，好，刚刚再这一一波次的刁过难，如去，果是一级的炼金，这一次就打解死了，放。双群补50元口。照面暗夜零机会，暗夜没回城，照面就 GG 了。好，这里还回不去，基本 GG 了。开荤喽！恰饭啦！加速！绝望，4个狼骑 grade。给给，要站到最后一刻。擒贼先擒王，这还坚持吗？这可能兵变是来了，但是英雄已经没了。他们这是胜者组还是败者组啊？难道要被淘汰了吗？在坚持。败者组吧，西爷是在胜者组吧？不对，他们是胜者组，西爷好像输给这个暗夜了，然后。啊？十殿不可能赢户的呀，是不啊，那是？倒是。我这逻辑没毛病吧？没毛病，没毛病。西爷输给这暗夜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十殿是不可能哎，赢户十的。殿好像在我们组啊，我想了一下。啊，是吗？是那的，那个 UD 是谁呀？就是韩国游戏。吉吉。我忽然想起来，好像我们组有十殿啊，因为十殿是又跟 B 又遇到了 BO 老师，然后 BO 老师跟我在一组，所以我就想起来了，应该是在 D 组。他那个 UD 还是有可能是十殿啊，对不对？对啊，也是叫不排除有可能的。炙热的拓短，对啊，拓拓短的炙热加的远眼光，神，还有哪些 UD 啊？还有蛤蟆，还有雅各布。哎，雅各布有可能，雅各布不是喜欢天天起个韩国鬼王的 ID？哎，这他们说 free 在 C 组啊，这个也不是，这个暗夜也不是 free 啊，那这两个人真不知道是谁。最讨厌玩这种家，反正。不认识的人了。看看西爷吧，西爷还在跟那个 UD 在打。哦，这一届是不是有一些欧洲选手啊？欧洲选手怎么可能是韩文啊，大哥，你说话清醒点！把你说 free 说十点，他妹的一个在 C 组，一个在 D 组，我还他妈的信了。不是，那证明我讲的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对不对？啊，只能说明我我只讲是的道单理纯有的不道理。关心这些人而已。妈的！搞得跟你关心一样。再玩西爷已经对，糊了呀，西野。五级窝点这打个鸡哦。伪韩国 UD，好吧，这个人。西爷这打得这么轻松啊，窝等首发的咯。我们下一轮看谁呀、啊？看西爷的吧。他没主机吧？现在还没主机啊，先看着。随便有哪一场主机就看哪一场，区别不大的。赌我一靠，怎哈，么5级了呀？我杀打狗毛了，呀？杀四针有飞艇救，
而且狗一个120，四张75，挑贵的杀。好，杀了两个单位了，这就。七爷的可以隐身这里，打优点还是不错的，操作不到位啊。之后，他的 DH 打优点就比较一般了。七爷就是打无法阵打 TD 还行，就怕对手比他操作好。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就是曾哥的操作跟七爷五五开咯。主要是不是西爷赢 TED 的，倒不是赢在操作上，他是用 Warden 的，那时候 TED 还不会打 Warden 和 MK。Warden 这个英雄打 UD， 其实是一个打大局的英雄，就不怎么打操作。他打无法阵就是操作不虚的呀，他打无法阵就还可以啊。这他妈的 UD 都不采钱的了喽，这里想来飞艇炸弹人了。哎，这波 UD 回防正好把大部队一防，暗夜有夜视 UD， 我操 ，UD 真看不到暗夜，可怕。空投一波，这一波如果有刀的话，是很容易把框盖子都给拆了。一边不踩钱，一边练级，其实差不多的。练级的钱跟踩的钱，我觉得 UD 赚，讲道理，俺也没练过野怪，有点亏啊，两三分钟没练过野怪，那么打下去。不过已经开始乱框了呀。其实还是应该得二发一个英雄练级，这他妹的一个单我等太鸡而蠢了，这种情况。我感觉 UD 不踩钱都不亏。主要矿开晚了呀。好，矿盖子没了。那这一下子真的有点伤了 ，UD 没回城的。这是已经给了，上一盘互赢了呀。这里上飞艇，没有保存，回城吧，没保存，你装什么装？我操，空难了要！我操，冰塔没捡过飞艇的树，很嚣张的就走掉，这 UD 操作也不大行哦。这 UD 的操作是相当的不大行啊。这盘西爷玩得很欢乐啊，掉锤了，在那秀的开心，三矿了要。三矿养足了 ，BW 也造了，那么双骑美拉西姆还远吗？哦呦，抛弃谁 ？AC 就行了。好，孤岛求生，好吧。我估计这一盘他是很难再下来了，他这盘又死不掉，这盘所有事情都跟这个 AC 没关系，这是最幸福的，退役了好吗？这个 AC 他这波过来送回城送熊，但无所谓，三矿打单矿，而且现在属于三矿打零矿，养猪开，没有打算出奇美了，出的还是雄鹿加角鹰，正面碾压的阵容。
我等就读，随便读，然后部队 A 过去就赢了，主要是靠兵的。六级会把别人心理防线也打崩塌。我还是重修了刀，刀刀刀，比毒要爽。就地还是只有50人口。黑夜报到65了，暂时来讲，UD 还是能打得过暗夜的。暗夜三矿精灵很多，兵其实不多的。这个兵就是50人口，只有2头熊，还有一个 AC 在这发呆。哇，好细啊，把这个 AC 运下来了。啊，在 AC 哭晕在厕所。对啊，我在那好好的，你给我运下来让我死。妈的，本来光荣退役，去你大爷的！你非要我来死，我就盯着这 AC 好吧，我就看他死不死。我这个 AC 是战地记者，哎呀，下来了。AC 现在，哎呦我操，在前面瑟瑟发抖。或者现在要是日常了，UD 还是可以玩的。秀飞艇了咯，开心好吧？那边网已经在升了。这 AC 要死了。啊，死了！我去你大爷！你在飞艇，我操！做得出来哦！这一波 UD 还是非常的赚的，但是暗夜的人口啊已经76了。三矿打单矿，那能怎么办啊？妈，有钱任性呐、啊！展示那了一又种怎尊贵气场，好吗？UD 很迷茫，为什么这暗夜这么财大气粗？其实这个飞艇不该拆的，就应该锁着飞窝艇等应该十永远来不秒。能网是吧？GG。但是它不是瘦子，没办法永远网住。那你锁他个10秒也行啊，你把他搞出来干嘛？不影响也不大了，养猪开看看有没有阻击啊？有阻击，有阻击了。还有周西西的，你们看谁的？看谁的呀？随意啊。看 FaZe 打那个暗夜吧，可以啊，没啥区别下来的。我感觉夕颜应该是还是稳中线的，对啊，看着有点吊打，好吧。他们这几个人感觉都打不过夕颜。发狗打这个暗夜倒是有可能赢的，这属于不好说，他们两个人，你快进来啊！我进来了呀。给点法狗的镜头，歇吊锤那个 UD 就不看了。大圣已经出现了呀！率先出现，护也已经出现了是吧？护应该是赢了这个暗夜啊。对啊，哎呀，护跟木已经出现了，还有谁出现了？现在不是都在打吗？发狗和这个暗夜出一个，然后西爷跟那个 UD 出一个。应该是。小KK 输给谁了？啊，不是，西爷跟那个 UD 的胜者得打小 KK。哦，哇，好慢，今天打的真的。那小 KK 跟西爷要倒一个了呀。真的有可能打到11点了，今天。小 KK 跟西爷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先看发狗吧。你是十点吗？有可能是十点。很难讲，搞不好10电的号是蛤蟆用，然后10电再用这个号，他妈谁知道他们？他们这些人，换号玩的，对啊，网易换号们，不是也一样要竞赛吗？
哎呀，那是被人举报了，然后查到了再进的。这平时不是很管的，他们那些人反正都出不了县。不不可是，能黄金的，联希赛望是有一肯定个要专门给的。你记分的号，你记分的那个号不乱借就可以了。对啊。不是，从 ID 上看，我还是觉得十电的概率有点高的。对啊，名字那么妖。哎，名字的话有那种十电的气息。没有音频的比赛时间真的长，好黑呀、啊！11点很长吗？7点打到11点，打了4个小很时。长，好吧，很长。但好像以前打到过12点，那可能是 TBC 打的比较坚挺。主要时间长倒没有问题吧，主要是不够精彩。今天还凑合吧。啊，综合，主要木文的比赛已经没了。待会儿西野打小 VK 还是焦点战？对啊，这一场肯定也还可以啊，他们是有打头这一的。场是本组最大的重头戏，基爷是输给谁掉的百德子弹？那个暗夜，就这个暗夜。他这个暗夜能赢西爷，那我感觉打 FaZe 也是很有机会啊。对啊，所以我说的是发狗有可能赢他，我是看好这个暗这夜个的。暗夜运气有点差呀，刚刚不适合不玩这么长时间。打了个蓝石，一点用都没有，现在又打了个重生。这暗夜刚才打护也打得很好啊，他的思路是没错的，只是操作没跟上而已。他去护家拆地洞，然后自己造 BH 开矿，都打得很到位啊。这盘跟上盘差不多，哇，练个这个点吧，这也太没有梦想了吧！这个点只是掉一本书，掉个经验书谁啊？掉不到？能掉经验书的，他可能是拼经验书吧？是不是这样经验能到书变三？成功了，问题是敏书、经验书都不错，打了个力量书。这里两个 bug 点，可以记一下。这 bug 点下个这1.30又改了。改成啥呀？他就是看到一个 bug 点，下个版本就给你改一个 bug 点啊！真的吗？真的呀，哎呀，这么见惨得的很。吗？就是每次改完之后，那数目完全不一样，暗夜选手很烦，要重新记 bug 点的点位。这里要买单船吗？大局可能就 hold 在这了，啊，买单船了。不过暗夜这一盘并不是先生像去上一拆盘拆那么月重景，要。拆拆商店，但是暗夜造得很及时，拆不了。这里还是要造 BH，还是要小路，小路开矿，也有可能三这一远盘开没有矿，刚打才出就来，是三这一远。盘实际上是三远。但是他英雄选择不是很好啊，其实还是对炼啊。金强。兽王这个英雄，除了在吹风里面，其实或者首发，其他情况已经完全被炼金取代了呀。兽王吹风主要是为了拆建筑，然后为了练级，开视野吧，就是开视野和或者拆建筑。对啊，二那级么蓝你光拿肯定是单有纯的。的思考打架，肯定炼金强多了呀。炼金的减防是比熊猫的喷火要强的，这么高性价比的一个技能。这里留了一个大局，这还里很跟烦上一的。盘开矿的时间差不多，好，过单去船拆一是下分矿，要不要回旧建筑啊？这盘就二发炼这个金大的。忌可以考虑就挂在这儿了。但二发炼金有点暴露战术啊，也无所谓了。看到二发炼金，看到分矿，完完全全暴露战术。但是兽族已经没得选了，
已经二发的是牛头，而且造了 BEBS。到了，可能白牛出一两个就得停。哇，这个牛很危险。这波暗夜的打法已经很明朗了，其实。卡住这里，卡位，再卡，死了，死了，没有卡住。这里要用 TP 吗？暗夜 TP 练级就行了，反正。风矿没有。哎，但风矿没有重新造，现在重新造啊，还是三远 ，BWBL。BWBL三远还是有点蠢的，不回城吗？他想走出去，喝多了吧你？炼金要死啊、哦！回城慢了，我操，这回城时机极差。你现在已经变成喝多蛋了。风矿造晚了，然后回城也晚了。剑圣还去拆风矿，哎，完了，暗夜崩了。回了呀！这不，现在工兵一练，分矿一练，开着矿怼也可以，打一波也可以。这波暗夜搞的什么东西哦？稳拆板，有单船的，拆完单船走就是了。凉凉，暗夜，咋仗？咋办？套个茧房，拆掉单船就行了。好，走走，稳的一逼，重新造，没资源，没木头，哎，难受。先上课，磕个小进化，磕个小进化，然后练主点，练主点让单船的 CD 读一下再去拆。好的，单船已经卖了，就让剑圣去拆矿，其他的部队自己练级开矿就行了，最稳的。先生缘分去看看分矿，他已经是你开矿我就来怼死你，他觉得优势足够大了，不用剑圣牵制了。现在剑圣负责侦查，牛头去练分矿，你没开我开，你开了我来怼死你，很简单。先练商店，暗夜的话有没有考虑升三本？单矿三元，哇，绝望！这三本也没用啊，他这部队三本出啥呀？也是啊，他带了两个金给升不了三本，他要是双臂想一波了，想一波了，带了两个精灵过来爆灵魂链的，这一波兽族高了八人口，暗夜打不过的，凉的透透的这盘。这盘发狗拆分矿拆得很到位，每一次都拆得很及时。可以杀炼金啊，炼金这么低防，一防炼金。杀 DH 杀得有点亏啊 ，DH 有大血有重生。这不看装备的好多兽选手都。这一波兽族要是把英雄死了还是很黄的。杀炼金，炼金这种脆皮。还有一本群补一个无敌。重生递给了炼金了。但也得杀，很危险。杀炼金比杀 DH 好多了 ，DH 8.6 防，炼金一防。这里暗夜已经全部阵亡，再把炼金杀一次。DH 光滚英雄，很绝望。我的队友全死了。给给，孤家寡人亡。哎呦，还真飞走了，也无所谓了。这个孤家寡人活着回来，这种还不如死，你不丢脸啊？真的还要坚持？这种他们活着回去绝逼被谴责的，真的。队友全部死了，你有什么脸面活下去？而且他还是舰长，好吗？对啊，他还是舰长。对啊。法狗这波来叫杀了，有没有群补？有的，没钱买，
杀 DH，DH 有无敌，把无敌打出来，这边在商店不给你机会买血瓶，赶紧买两个血瓶啊！买了一个，不够的其实。好吧，DH 要死了。哎。现在有血瓶，DH 打不过，GG 了。哎呀，这个打法是真的弱。淘汰的打法。三元的打法在机动性上羸弱，也没有转型的空间，即便优势也会被跑狼去拆除。我觉得三元转型还行，三元可以转三本补，再补一个 BW，少量的小鹿转三零加那个，转那个三零加吹风。单从转型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几个那账你说刚刚他的单框他怎么转吧？你单框肯定黑了呀！妈的，肯定是得双框啊，守住了再考虑升三本啊。他首先最原始的一步就没完成，他都没东西给他守。三爷的打法就是守分框，他发现没分框给我守。这个暗夜还行，好吧，这两盘，这个暗夜能赢西野啊，肯定还可以的。西野也是颓了，西野的暗夜内战很强的，怎么就啊被这个暗夜给赢了嘞？最近被永云干了两回了，不过他干了来福两回，很尴尬来对呀。福。因为暗夜没有打出来风采吧？你这 PC 1695的办卡，手机怎么还没 C 呀？应该马上 C 了呀。来福专心读书去了呀。他那个就学4个月啊，他4个月学完还要打魔兽的呀。对啊。那还没学完啊，而且那边叫他留级的，啊？你咋知道？他说的呀，他啥时候说的？他一直在说啊，怎么就要留级啊？这种学4个月的也要留级吗？也就是说不给毕业证，要继续学，就这意思。对啊，他是不是坑钱啊？还是他真的这么挫啊？不好说呀。感谢 PC 169的办卡，这种收费的项目太不可靠了。那不是的，是这样的，他报的那个，那是算什么学校？它是有一个那个就业率的，你懂吗？啊。对啊，我没掉。就是你在他那毕业，比如说80%的就业率，对吧？那我就只能让你毕不了业了呀。有没有这个道理？除非你特别优秀才让你毕业啊，这样80%的就业率就有了呀。他那个好像还安排工作什么的吧，如果毕业了的话，但是应该是比较难毕业。谁知道南 大的校友有吗？哎，南大还是出名啊！上个厕所吧。
南大是什么啊？云南大学吗？蓝霞。蓝大呀、啊。他说的蓝翔。蓝翔现在有鲁瓦鲁战队的，我记得还是王者荣耀的。我记得证明这个学校的思维还是很跟得上潮流的，组建了一支电竞俱乐部。我记得这个学校分还挺高的呢，你要上的话。你说蓝翔吗？对啊。哎呀，蓝翔这种学校算是什么吗？算是职中还是什么吗？谁知道啊？这种也要分数的吗？谁知道啊？比如说我要学挖掘机，那你还要考我各种，你考要考我英语、数学，我这好像不太需要吧？比如说学个什么厨师什么的，谁知道啊？哎，这不是很懂啊。这个学校我记得，高考志愿里面是可以填的，然后它好像是分中专、大专这种。啊，那就是蓝翔里面也有大学，等于说是吧？他好像是，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你说里边也有大专本科？没有本科，没有本科。就是专科。为什么那么多同类学校，我们只知道蓝翔呢？他的营销太成功了。对啊。太成功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其他的同类的学校。哦，单月景的样子啊，我 bug 点了解一下，很专业。这两个经历好像不是 bug 点，好像这个也不是。我走了一步，射不到。总感觉不是很专业。我目测有三个精灵不是 bug 点。装模作样好吗？他是不是不知道改了呀？是学英语的那个还是那个烹饪学校啊？他是不是不知道新补丁改了？哇，这 BR 练得很危险。哎、包了呀，兄弟！我去，拍 DH 了，哇 ，DH 很疼，我的妈耶！三下，你别拍了呀！可以了。哎呀，是怎么赢血的呀？血很尴尬，把他输给这种人，好尴尬呀！这个暗夜也。啊，这怎么赢的血啊？我真是啊，腿了，不知道怎么洗了，这也太夸张了，练个鸡把自己练成这了，那你还拆个毛的建筑啊？哎呀，他就是因为 AC 被网了，然后上来拍的怪也有问题，没有拍几级怪，也没有拍三级怪。这里吓一跳啊，发狗！哇，这你这 DH 什么情况？这个发狗麻了好吗？没见过，这 DH 打成这了。发狗可能分析是不是？你是不是中间已经练了五级怪了呀？练了两个五级怪，所以成这个样子了。但是对，练了两个五级怪，并且拍死了一个怪，导致没有到二。每一次出的都是最大攻击，怪出的都是最小攻击，所以血量还是比较健康。哎，不过这盘暗夜单月景掏得很成功，还行。
玩了个鞋，想把 TP 打出来。这里 DH 走的有点歪，来得及吗？还差五刀左右，四五刀，一刀，来不及了，喝水了要，就砍了两刀，还差远了。哇，差点喝水！之前你别抽啊，喝完再抽啊，谢绝老差了。喝完了你就抽不到了呀，肯定是先喝再抽的呀。我觉得宁愿不抽也不能这么抽啊。对啊，你大不了抽不了，你肯定是满魔的时候先哎，喝水，神经病被砍地上吧？马了，好吧，被砍的。就他细这节不金水好啊，全浪家了，费好吧，井打毛水。呀！歇着好难洗呀，妈的，输给他，我的天！这一盘看起来这个暗夜是真的不厉害，前两盘还看不出来，这一盘真的能看出来。这 BR 在家干嘛嘛？这里又死了个 AC。有粉的，我直接跳死。这里砍月景其实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砍月景，是为了想拆暗夜二本建筑，这样暗夜都不敢造二本建筑了。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二本建筑，这样暗夜要回救就没有办法拆。但是暗夜头很铁啊，我去，死城堡这已经 GG 了，两个精给灵，一开，三个精灵，四四个个精精灵。灵。凉透，家里的建筑安全好吧？退了个 B1 也血赚，战又业家都炸了，四精灵一 BR，好了回救吧，把 B1 也拆不掉，好了完全炸了，三个牛头开心的一 B，你四个精灵一个 BR，月景也要被拆，哇，完完全全靠地洞守了，守得住，地洞还是很给力的这种情况下。没兵的时候很给力，以后有城防了，我操，有兵的时候依然给力。阿爷家里面，我靠，裸升了个三本，牛逼呀！已经一共 GG 三了，已个经小精 GG 灵了，啊，取消了三本。已经 GG 了。鞋子好难洗呀，输给他怎么洗呀？妈拿头洗啊，这。左西也只是给年轻人一点机会，是吧？对。那他为什么欺负十殿嘞？这不是实力，真的不是吗？不是，就是一个韩国选手。我这个暗夜的水平，我真的看起来有点浮夸。不，这一盘是不是太紧张了？这个看起来，看起来感觉都没有天地前一百啊。紧张这个还是挺靠谱的，紧张可能是，基本是洗这种比发挥赛不最好完美的借吧，这口。也太浮夸了，这打的。我这辈子听到说选手紧张，已经听到有个三四十回了，感觉。反只有正，三四十回吗？对啊，反正要洗的话就只能这么说。万金油借口，网一下，或者网兽王。好了，兽王死了，围住，没围住啊，围住了，好，补上了。围住了。DH，削你全家。那还坚持吧，不过已经被淘汰了，是可以坚持一会儿。是的，那发狗绿还出是出现现只了差呀，可以的。两步，对，FaZe 也是出现了，FaZe 最近还是可以的呀。
视野打谁？视野打小 KK 啊。打刚好有阻击。10:30能结束的样子啊。嗯。视野打小 KK 好像是刚开始。这第一盘刚好看完10:30吧，不止。问你这个矿要多少钱？哪个矿？你现在这个装逼的矿啊？是我这个紫的矿是吧？你也有矿啊？没有啊，就音频有啊，你看不懂啊。对，背景条幅你看不到你自己是蓝色的暗夜的条幅吗？啊，你后面是个泡沫好吗？我这是瞎。为什么我们都有啊 ？Lucifer 也有。你那个是我给你，啊，是我给你弄的。啊，自己不会那个，这些 Kimi 97的办卡。你那个框框早就有。这些都没啥意思。嗯，这些 Super Dog 的这是啥吧？飞碟。我这是老虎 Lucifer， 那个是啥？我本来也觉得没意思，但是看多了，你知道吗 ？Lucifer 那个是啥？还可以好吗？你认得出来 Lucifer 那个是啥吗 ？Lucifer 这个是啊，好像不是魔兽人物啊，应该不是，认不出来，完全有点像曙光女神，有没有？那是谁呀，啊？我操！弗雷里拉是干嘛的？不像，不像，哪里像佛系吧？他这个头像长得像 Q 版的，风行。收印输给了林呱呱，所以没出现。收印林呱呱还有法狗这两天还是不错的呀，感谢蛋总前班长的办卡。对啊，这个月是没打黄金联赛啊。林呱呱可能是以前的伊藤开司吧。恭喜者是亚瓦拉，那不是啊。是吧？他昨天开直播了。我操，风行长得这么清纯，西亚瓦纳斯长得这么妖孽，这不是一个人。我欠玉米钱，怎么可能？谁欠玉米钱？你？对啊。他们哦，不是我欠玉米钱吗？20万。啊。你们都欠好吧。你也欠玉米钱，你欠几十万？谁知道啊？那得看他想象的呀，这怎么知道啊？那你估计欠的不止20万了。可能吧。那你我要是欠20万，你至少得欠100万。为啥呀？你那个是比赛，我那个能啥事情吗？啥事情都可以有啊。是吧？你骗了人家感情，嗯，好吧，你要赔人家精神损失费是吧。嗯，你看比如你所有用学法的比赛或最终获得奖金的钱你都是欠的，那他妈哪有100万，且犊子吧你。不不，还有别的了，别的你只要用 MK 的钱也是欠的，没有那么多。
真的吧？不，这么一算，好像几十万怕是有的。对，你看，你至少已经欠了几十万了。专利费哦，这么贵的？那还有别的？还有别的？你遗漏了的，加起来说不定就一百万了。感谢蛋总前班长的六个办卡。还有什么精神损失费？各种嘎七八糟的。小木欠很多。这么说，我这二十万已经很少了。你可能不只欠二十万吧？你不是还用过学法吗？你打令神怎么赢的？你忘了吗？我才用过学法。对啊，你他妈的装什么装？我操！那怎么办？我们怎么负债累累啊？现在欠太多了，那就不还了吧？赖了赖了。烂了烂了，欠太多，还不起啊，还不起啊！这里西爷还是有点亏的呀。哇，这里小 AK 的细节非常到位，搞不好 TP 要被逼出来。哎，绝望了！再玩两两，上来崩他。大 G 也是保住了。AC 应该会被 TP 带回去，他想 AC 封住这个大局，电圣封不住，也没啥意义吧。AC 也不封了，没兴趣。我还是把大局给封了吗？上来西爷这去啊，兽族家很崩塌，没做到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反而自己亏成马了。OK， 该这里要控单船吗？控单船去抓 MF， 顺便拆商店。抢了这个单船，自己家的建筑就特别安全。现在在练蓝胖，抓不到自己练。然后西爷这里是抓蓝胖的。抓得很到位，西爷，抽一下。剑圣不敢硬练了，没有疾风步。买了个兽王可以练自己家里，这盘拆不了建筑了。我操，这个 AC 瑟瑟发抖啊，被两个凶悍逼在了小角落。这多爽啊！哇，怎么就？这多爽都出来了。讲道理啊，我最近老给我推一个抽魔，好，都抢到了，给我推一个新闻，单船回去杀 AC 撒粉吃小金花。32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7年啊，上面有黑人还有日本人。我老是给我推这个故事，我真是颓了。然后呢？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案例。然后呢？然后故事精彩的一逼。生了多少个孩子啊？一个都没有。真的假的？真的，一个都没有。这女的怕是不孕吧？基本都死的差不多了。哦，都在争夺这个女的。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30多个是有点多，十来个还能相处一下。就是、二战时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又是假的吗？真的好吧，这个应该是真的。按照你搜索习惯推送，没毛病。这样的，这32个人中间有持枪的人的，一开始是真枪，感谢 PC169 的办卡，后来说好了，把大家都不允许用枪了，故事精彩的一逼，你就耗这一口，我？对啊，我耗哪一口了？搜索习惯。对，搜索习惯，搜索习惯暴露无遗。不，
我其实最推送最多的还是各种动物的。哦。不冲突啊，喜欢动物跟喜欢这种故事，这种比较引人思考的故事。这里狼骑剑圣抓佣兵，要证明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探讨人生哲理，喜欢更多的了解人性，对吧？对啊，又没说你啥，你不要紧张。言语兽，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哎，怎么这么有才、啊、你们？爷不知不觉，师爷练的等级还蛮高的，还行哦。怎么练的这么多点啊？不知道呀，他这怎么这么高经验值了？我都是颓了，小 KK 都没有双三暗夜，我操！作弊呀、啊、他哪练的呀？这练级规划好像有点好，不过现在没有群捕无敌，有群捕无敌的话还是很好打的。但这张图买群捕无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 EI 兽族好打的原因，只有一个商店，我就抢。好吧，我就抢。要不要再练一组点？刚好把兽王练到三。不过兽王练到三也能招一个组。所以兽王练三是一个非常不具性价比的事，因为你的这个二级的时间，你的猪跟鹰很多时间要练级要侦查，所以你练到三你也招不了几个猪，你又没有太多时间去。搞小进化，他现在就是没道具啊，有道具正面已经是优势了呀。对啊，现在这个还能再招一个，回家喝水吧，这怕是买不了了。这个道具有幻象的55人口啊，这玩意不好打，但是路口还是很窄的。兽王没魔，这波卡了一个完美的阵型，小 KK 不要冲动。这里 DH 已经抽了牛头两次了，还能抽第三次，完了，走不掉了。这波七爷的阵型选的特别的完美，勾引了对面在一个狭窄地形，还是走不掉。白牛还有两发区，地精待会第二个房子，兽族要不要吃群捕？吃群捕，然后交幻象打了。房子还在 CD， 兽王没有魔，强杀 DH。有一个血瓶没有保存的，好，丢下血牌吃。是的。崔剑圣顶无敌了，看看能不能杀掉暗夜的英雄，杀不掉就要输了。还有一张群捕，我、啊、操，暗夜很大失误，完了！我操，这个失误太大了，100魔啊，伤不起呀、啊！演了呀，这个演技，我操，行云流水，一气呵呵，我真是遭不住了，毫无违和感，哎、死，但还是赢了。赢个毛，兽王死了、哎、哦，这个剑圣的无敌还没交啊，那还是不好说的。这些鸟德瞬间让自己捡了十人口吧，可能这一波飞天 DH 回来了，我觉得还是暗夜赢了。兽族能跑掉吧，剑圣有个无敌加疾风步，牛头没有吹了。真是耶，七爷这忽然他飘了一半的鸟的，他并不是全部飘下来，全部飘，他是有一波够魔放下来，然后有一波没有魔放下来、啊、他有一个鸟的他放下来还有250蓝吗？这么多蓝的吗？400魔的不就行了吗？这一波就一趟来回就100魔啊，本来已经赢了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七爷优势，优势，这人口一样了，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吧，群捕无敌不好买。谢谢潘大大人的办卡。小 KK 看看能不能靠抢群捕无敌抢到不停的打，然后打到牛头五级，或者说跑跑狼骑啥的，跑狼骑性价比很高的，有些时候。开个矿跑一跑，
要控好群捕无敌，现在只要西野买到一个群捕无敌，基本就稳拿下了。正面是一定是吊打的。小精灵过去商店，他可能也没有单船啊，他就是过去看有没有货买，没货买就没必要走过去了。 好，往商店走，有无敌买。要跑一波狼骑，知道暗夜要去买群捕了。张帝哼呐，搞不好逮了个兽王啊！哎，还好开加速啊！开基地有点难，这个基地旁边四棵树要能够，我靠，真的拆基地啦！有回城的，他是想拆，要互相回城了，这里走不掉。 阵型还不错哎，回城之前播一发，已经没阵型了，回城吧直接。别贪了，感觉他想打，他想把无敌用了，杀个英雄就这样。喝多了吧他，有血瓶呐。会的一逼，好死了个白牛，直接GG了。直接退了。哦，这个 GG 是这两天比赛感觉最快的一盘了。 是的，刚才前中主要是中期吧，兽王买出来之后，西爷练级练得太多了，等级莫名其妙就好高，那时候还在吹逼，都不知道他咋练的，怎么就直接 GG 了呢？ 顶峰作案，真的是过分。过分，这种行为要给予谴责。部队都没怎么死，怎么就输了？不，这种还是应该谴责那个带头的人，不是他把风气带起来，其他人怎么会学？哎，这波GG真的是太阴森了。对啊，谴责一波。他突然变成了代名词，好羡慕哦！有了吗？还没有下一场，那 EI 都输了，我感觉有点凉啊，小 KK。 收专利费，哎，你这里可以赚一波啊！这是一个发财之道啊！对啊，而且小赚的话，说不定别人愿意给，太多了别人就不给了，还给不起呀、啊！你像我们这种就是不要脸的，给不起呀、啊！你像我们这种就是不要脸的，给不起的。 赚了别人几十万，妈的又不给钱。 WAZ 的办卡，一些新月堂毛本青的办卡。 手机了，选了亚马逊。西爷最近感觉参加比赛的频率有点高啊。对啊，感觉悄无声息的就复出了。看看西爷打了多少盘。 我西爷打的也有点多啊，打了168盘，是吧？西爷怎么悄悄的就复出了？看来最近运势不佳呀。
法狗三次2-1西野了，厉害了！那法狗打暗夜感觉有提高啊，能够2-1西野三次，有提高主要啊。还是风格问题啊。也不是吧，最近兽族跑去暗夜家就蛮赚的呀，抢单船，没事跑一跑，暗夜家拆拆东西。唉。户今天打了，户已经出现了。户是赢了谁来着？谁我等打120三矿打单户矿是差点被翻，赢了 TBC 是吧？哦，应该是西野说不的，是赢了 TBC，赢了谁来着？记不起来了。户赢了 TBC 啊，还有赢了那个韩国暗夜啊，啊。他就是赢了 TBC，还有韩鱼国暗哦，我夜。的天呐，不是，户没有赢 TBC，户赢的是那个韩国 UD 赢的韩国暗夜。哦，TBC 输给了 Moon，输给了 Fago。那户其实是运气比较好，在这个组里。在这个组里，户他要是遇到，他要是遇到西野、TBC、老 KK。打 TBC 不好说，你别说 TBC 好吧？我知道，但是五五开吧，我觉得他跟 TBC 打，真的假的？我真觉打得了，但他是赢输面掉，大，真的。他赢面大，嗯。户的打法虽 TBC 然打这种邪，为但首是他的的套路 timing 还是行，没什么毛病的。感谢我是小马哥的办卡。小组赛也是要看运气的。特别看头两轮的对阵，TBC 就运气很差，上来打个 Moon，上来打了个 Fago 就直接没了。那肯定的呀，弱的人就要看看点运气的呀。他们这个组其实死亡吗？B 这组组已是比经较是死最亡激烈的了。的，这个组是最死亡的，其他三个组其实差不太多。总感觉能玩一盘 DOTA 今天。那要现在就开始叫人了呀。搞不好要1-1。小 KK 特意是估计双打地洞法商上店。看还是2-0的概率比较高啊。双地洞商店，然后跑去暗夜家。现在暗夜家这个 BR 是能封住的，那暗那再那零盘，再盘，暗夜是很有机会可以拆二本建筑的，你一定要仔细观察双地洞加商店。待会二本的时候买单船加保存就拆兽族建筑，兽族的科技非常的慢，然后暗夜家已经封住了。就这盘暗夜其实很好打，只要知道去拆建筑的话。但是太久没打过兽族双地洞商店的开局了，所以不一定能想起来。这里也是直接来不及等粉了，来不及等鞋了。抓右哎，这下里遇到角，了，应该是能哎，听到声音的，听听的到声声音音了。很到位。如果没有开很大的游戏声音是听不见的，不，
看不见也听不见，但是这里应该是有机会。他还是调了一下游戏声音，有专门的听。抓过去雇佣兵，哇，买了个鞋，然后野怪丢了，这个鞋不该买哦，颓了。哇，吸血！买了个鞋，野怪没了，这里想卡位杀绿皮，杀的辛苦哦，要被剑圣追一路砍。大狙还会卡位，然后待会卡在卡在 BA 右边就活了。哎 ，DH 率先想钻进去，来不及了，好了，活了，绝望，扛了。这鞋子买的很失败，回家喝水，优势了。回家喝水，然后买保存。哎，没造商店，完了，这盘拆建筑也有点不好拆。谢的风格不怎么喜欢拆建筑。兽毒的这种开局是怕被拆建筑的，但是西爷的风格不爱拆。有点凉啊 ，BR 的话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提前爬，现在也练不了级，节奏断了。西爷的这个建筑学有点好啊，对，不怕被炸弹人炸，就是塞不下去商店。商店照外面堵口的呀。他这属于特别完美的建筑学，对啊，可以学一下，防炸弹人，并且能够封家，而且一上来 BR 回来就能把建筑完全封死。这应该是目前亚马逊这最完美的建筑学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太完美了。但这盘既没有练级，也没有去拆建筑，现在还是比较劣势的。BR 已经刨到位了，准备要练533，小 KK 已经抓过去了。哎呀，锤死！我操，锤了两下 ，DH 要死。哇，这锤怕是锤了三下吧？锤了两下，锤了大 G 一下，锤了 DH 两下，三个石头人都丢锤子了。小 KK 待会还可以抓过去533，优势很大了这盘。剑圣已经率先去抓了，牛头过来贴药膏，剩下一个五级怪是锅里的。狼骑白牛一出来，暗夜就彻底打不了了。你就趁着现在能浪一会试一会吧。现在暗夜很绝望啊，一个点练不了。这盘是他没有留意，没有留意兽族的开局。兽族科技这么急而慢，你都不想办法拆他建筑，商店都不造的。现在狼骑白牛来了，比要十分钟就没了。要撒粉撒到了剑圣，买了个鞋子，让剑圣把怪给练了。而且粉已经撒到了呢。对啊，就是撒到了呀。自信的去买双鞋，结果别人把野怪给收了。好，擦眼睛，擦到暗夜两边。完了，这个商店封锁两条道路。没进来，这里勾出来练，练完就群补加无敌。暗夜现在局势非常的崩塌，练完商店还可以练绿皮，好不？练完商店要抓吗？看着你，反正眼睛盯着。有点多了。你练我就抓，你不练我就练绿皮，或者压你家也行。现在吹风没好啊，还是选择了练级偏稳的。像 Fly 他们可能打得凶一点，就往暗夜家压一下，压到你吹风好为止。
暗夜吹风好了吗？敢出门？马上好了。又打了猪眼睛啊！打了三组眼睛，两个够了，其实四个太多了。对啊，不，他打了六个，哪来六个啊？还有两个在哪？他打了三组眼睛，已经卖了一组了。哦。这里虽说受毒优势很大，但是还是要看大战操作了，看阵型。还好吧，这操作不是特别烂，应该能赢吧？这 DH 也没塞啊，没那么挫，他也是参赛选手，好吧？他能参赛的都没有那么挫的。现在对练，有眼睛的，有眼睛的，抓过来了。哎，驱散一下这个精灵火，哎，被看见了，抓之前被看到了。刚才白牛身上有个精灵之火 ，DH 经验值太低了，还好打不起来。少主现在爆了人口，正面肯定是能赢的，但是打不起来，现在在亏钱，爆了人口就在亏钱。暗夜抓 MF 可以，这是唯一机会了，抓屁股，而且有龙神，直接变蛋丢房子，泡馍，这里少主完全出不去啊。强行抹出去了，追风的数量非常的足，冲击波有群补，有双群补，把房子打掉，房子插几下，暗夜没道具了，不行，还有群补，暗夜什么道具？剑圣还是有群补，玩不了啊！哎，这波已经是唯一机会了，都没什么卵用。暗夜要有一张群补就好了。兽族这里赚了一大波经验。其实我觉得战损很接近五五开，兽族还吃了两张群补，关键是经验值的差距很大。DH 没三，然后牛头剑圣都快要搞到四级了，再玩就是到五级太快了要。二一一，好吧。对啊，等级差距有点大，打不死的这里小 KK 回家补给吧，再又捞了两个兵，兵力优势，经济优势，关键是英雄巨大优势，英雄等级太高了，差距很大，剩下野怪还是有不少的，还好。有两个大石头人，然后有好多小点，各种小点，野怪劳多了。现在还有练级就行了，五级基本就毫无生还。像刚才那么好的机会，暗夜都没打转。这里还是没有一个，哎，暗夜被抓了，回合制哦，你抓我一次，我抓你一次，没想到吧？大蓝没有用，枪杀 DH 用回城吧，稍微想打，打不了呀。回城了，消耗一下。哎，小 KK 可以再去杀野怪，就把等级搞上来，搞到五级。4500，钱还捞多了，没那么快矿干。五级的时候估计还有2000多块，足够你各种什么魔瓶小进化。
好，接着练，家里还有三组点，甚至可以单练了。三组点，然后左上角喝个汤。现在暗夜就没有任何点可以练，暗夜可以练组433，买个群补无敌。DH 总算有三级。不拉出来爆啊！1300的木头啊！小精灵，国内暗夜愿意拉出来爆的只有彩色了，彩色以前也不拉，最近进步了。左下角那一波最那一波最关键的交战，老牛拨出来了三下，这五个小精灵如果那一波爆了，能够少拨出来两下，说不定就打赢了。1500的木头了，他一共有6个小精灵。65人口，这一波打不了啊，这波打完牛涛就五级了。换一下牛涛躲 C， 整张地图都是兽族练的。好，真牛在后面，然后波控制着 DH 的走位，三个绿皮疯狂输出 ，DH 好疼，完全玩不了。每把斧子十多点血，绿皮狼骑冲锋德，白牛点英雄，还有群捕牛头，可以吃了。人口差距太多了，差了15人口，然后兽族等级很高，道具也足，所以可以兽族把牛头的群捕也吃了。暗夜在溃败啊，这距离也要单传，兽王死了，房子一拆，很快就要打成1:1了。牛头五级还坚持吗？还坚持啊？不坚持了。牛头五级真的没什么必要坚持。1:1，他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呀。左下角那一波其实打完并没有差太多。要是有小精灵的话，可能战术就能赚了。群里问，一个一个问，要打到11点了。我群里问了呀。那个旁边那个，估计是不刀了吧？剪子在哪？你明天几点起来啊？这个。嗯。今天不刀了，等打完就撤了吧。最后一盘地图又来到了 TS， 这张地图还是要看两个人的理解啦。有观众说是专门来看 DOTA， 没得看了呀。真的假的？还有专门来看 DOTA 的？才牛逼的吧？不过也有可能。为啥？最近刚刚 TI 结束啊，有 DOTA 粉丝，多正常。现在是最后一个小局。D 也打小 KK， 谁赢谁出现，谁输了就被淘汰。
比赛没用1.30，是因为1.30都没改稳定啊，又改了呀。可以改一我感觉万年，他这好个吧？改下去永远不稳定啊！他还能他还要出个1.301，你受得了？它可以1.30 A 到 E 啊，没毛病啊。他这么出下去，他永远就1.30了，后面改后缀了。没办法，1.30大改的很厉害，肯定很多意见。关键是暴雪。因为1.30改了兵的数据了，1.29其实只改了英雄的数据，对啊，兵是没有被改的。1.30改的比较浮夸。通过我打 BN 来看，我觉得现在的1.30的改动的话，暗夜玩不了了。改了啥？就是他那个 AC 和女猎手的加强，太过于不明显了。女猎手的猫头鹰也不是永久的，好像才40秒，好像改了才呀，改八成秒。3分钟了呀。对啊，就是3分钟一会儿就没了。3分钟，巫医好像是，巫医是10分钟。之前比较乐观的看好了一本兵吧，但是打下来我感觉不行，我感觉那个一本兵还是不行。真的然后假二的？本兵又被砍，二本兵、三本兵被砍得厉害，我感觉暗夜玩不了了。所以还在改。对啊，所以他我不。不知道他是为啥要重新改。骂的一逼能不改吗？那城防塔也出现过啊，就出现了几天。你觉得他会把城防塔取消吗？地洞。不好说，人族的建塔就城防过啊，就取消了呀。城防人族的建塔，城防了一天就没了。对啊，人族的那个太屌了，可以三农民塔就很效果很显我觉著。得呀，最傻逼就是那些人为什么要去三农民塔？先让那个版本稳定下来再用啊，急什么？我觉得城防地洞是可以有的，但是城防塔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可以二本先可以生成城防地洞，然后三本再把塔也生成城防。升2次喽，如果二本水泥塔能变成城防，太厉害了，就是进攻性太强了。城防的地洞只是一个防守，但是如果城防的水泥塔二本能生，那个进攻性有点要人命。尤其是要暗夜的命，根本不知道怎么玩，再加上那个猎头，那他们要的二本塔拿屁股防啊！所以还没出来啊？对啊，所以不知这个道。1.30修改了1-2个月了，好吗？那但可是以他们欧洲 BA 改了之后，他们比赛应该都打的130啊。改1万连，但是他们那里选手最强的还是 Happy 啊，妈的！那抢不两是三个档次，你改个补丁有个屁用啊！欧洲的兽族选手就完全就不会玩，好吧？奥克沃克还玩吗？我想知道。我不知道呀，那些兽族太菜了，根本就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展示出威奥力克了。沃克来黄金联赛线下不知道零杠多少了，没拿过分。他来过几次？来一次0-4一次，好像从来没有赢过小分。对，只是不记得他来了多少回，他每一次都是稳定的0-4。
玩了三回至少有了吧？有这么多吗？没有三次吗？黄金联赛可能没有吧？你是不是把 WCA 也算上了 ？WCA 别人是赢了小分的好不好？对啊，赢了你啊，还赢了大分呢。对啊，就是你啊。这件事我都已经快忘了，你怎么这么讨厌？你记得他、哦、你记得他拿过分，你潜意识里就是记得的呀。还是 long walk 比较强。运气不好没遇到音频，好嗨。这个差点就把蛋说2比0了，但是最终是我2比0他。你不是输了小分的吗？输了吗？对啊，你是2比1他好不好？哦，你差点被他2比0好吧，我记得。不是，我是打那个暗夜差点被2比0。我打奥克沃克是2比0的，我打那个暗夜。我说的是 long walk 好吧。我打那个暗夜是差点跪了。妈的。对呀、啊。傻逼老虎，我操。今天大翻盘，那老虎都六级了。人族单矿，暗夜双矿，然后老虎六级，我翻了。吓得一逼，输给那个暗夜感觉就凉凉了，结果还是翻盘了。这有点凉啊，小 K 这一盘咋这么凉啊，我都没仔细看。装备有点挫啊，你看这一身装备只有一个爪子有用。防二加三智力，防御光滑都给牛头呗，吼叫也有用啊。这种属于可以不卖的普通装备吧，也不能说完完全全垃圾。这都是不卖的普通装备，那就没有垃圾装备了呀。防二呀、啊。这个对抗。防御光环可以留啊，防二是可以卖。这盘有点凉。我打奥克沃克，打奥克沃克都是用 MK 啊，那时候都是用被动晕的，我用被动晕用了好久了。今年才 1.29 不是才出了好几个月吗？出场率也不高啊，平均差不多每十盘能见到一盘吧，一盘到两盘。主要就是 LR 这张图，其他图真的不太容易见到。TR 感觉也是比较容易见到。TR 你肯定用炼金好啊。TR 要被迫用 MK， 估计你都是被摁着打了。你有的选，你为什么不选炼金啊？我都是不行了才用 MK 的。TR 要用 MK 也很难有踩地板，因为你能用到 MK 基本都是被摁着打的，怎么能那么容易到三？但是 LR 你可以主动用 MK 了呀。对啊， LR 很自然就可以选个 MK。 亚马逊其实也很难主动用 MK 的，所以能用 MK 的地图差不多就只有 LR 一张，或者你就想着用被动晕来打呀，就踩地板三级还是太梦幻了。这里西爷很凶啊，西爷这里人口很低的，西爷57了喂，他才43，这一波哪来的勇气？
优势比较大，膨胀了呀。他现在慢慢把人口攒上来就行了。牛兽王练到三，基本就赢了，五十人口攒下来。他有重生，有大血，这是小 KK 的唯一机会。这波是60打45，高了15人口。CA 其实有点冒进了，也没有唯一机会啊。我觉得这张图我觉得很容易打很久的，就是每一波都打战损。这波战损小 KK 能够拿很多战损的呀，高那么高人口，但是他没赶上。CA 不打呀， CA 现在无声口就可以丢框了。我觉得小 KK 怂了，这上来应该是 CA 打不过的。不好说，这个桥实在是太难冲了。刚才没跑过去桥好不好？一本群补。刚才都没跑去桥，那你可以搞的。还有一个工厂。好了，现在开货多了，刚刚好多了。就是现在就抹风德，好吧，狼骑抹风德。这波还是高了10来人口的。减防。吃大血。这里可以点白牛啊，这风德不是稳切白牛吗？这里。对，牛头有群补，这波西野果然还是冒进，有点打不过，有群补。但是兵没怎么死，可以 TP 的。西野这一波的兽族现在还是没有阵亡任何单位，要死个白牛了。DH 哇，重生也用了，这总该回城了吧？保存 Tink 回城啊！这一波暗夜血亏啊！我操，兽族只死了两个兵，一个白牛，一个大狙。这一波视野的操作问题非常非常的大。双群白牛跟白牛跟鸟德是贴边站的，他不点那个白牛，他在点狼骑，也没有套星火。我觉得这鸟德早点点白牛，我觉得能点两三个，还死了一个狼骑，死了两个狼骑，这一波也是兽族赚，非常的大，属于那种肉眼可见的操作问题。看兽族高了11人口，多七八百块，这明显就打赚了，没看到死两个狼骑。这一波兽族太赚了，而且刚好把自己打回50人口。现在压回50人口开矿美滋滋，现在练一练搞不好五级了。现在小 KK 有优势，有希望到五的。这盘这波抓过来没什么卵用。哦，他侦查一下有没有分矿，就对练。哎，他要跑狼骑吗？从中间走的，可以练别人实验室，好像要买回城的样子。要跑了，跑早了吧？这边都没跑去你家，你急什么呀？先练个实验室啊！哦，剑圣狼骑跑，这样是最完美的，可以，很到位。这个分兵一边跑。那西爷刚才那波打没打赢之后，这盘就有点难了，地图太大了。牛头很好到五，开分矿也很好开。没有药膏，没有那么多药膏。这边这勾引 DH 想杀 DH， 这一波还是要绕过去继续跑啊，不然没有补给的时间了。对，没有药膏的身上，猪去找分矿。这分矿好像来得及拆，来得及拆。拆了用 TP， 但是暗夜没有 TP， 要跑过去买 TP。兽族绕过去绕太远了。有二级的猪拆，能拆掉的。哎，就用猪拆，然后部队守。二级的猪。哇，两个猪很关键，拆不掉。那这一波能拆掉兽族爆人口的吗？兽族爆人口的，那还可以。哎，这没 TP 的呀。完了，这一波拆的暗夜接受不了了。跑回来，马上要白天了。哎，没有基地，基地，基地，哇，基地很关键。这基地一好，兽族基本就赢了。修修，好像能打掉。哎，那还行。哇，打掉了，哇，没有取消，取不取消都差别不大了，都已经打到最后的血了。取消能够损失，能够再反一丢丢，很少很少资源，基本不怎么反。
那这个基地有点关键，哇，小 KK 也非是常颓关了，键，妈现的！在整个局势暗夜就有机会了。哎，早知道留个白牛了，这两只猪厉害的一匹，麻了，大好江山被两只猪给毁了，现在贴药膏。再有个，再能扛个两轮，两下骑士就能修回来了。只要有个白牛驱散一下那个猪的狂热，都不可能拆得掉。那个狂热是可以驱散的吗？对啊，这样啊。你打野怪开狂热，野怪就驱散你的猪啊！他本来不驱散你的，你开个 buff 他就驱你。那单体驱散猪是驱散狂热还是连血一起驱散？连血一起啊，一驱血加状态啊。那么强的吧？对啊，那为啥驱散吼叫加返老还童就只能驱一个？谁知道啊？怎么设定的嘛？这游这戏，很酷不是吗？你就这游戏只没需有要知没道有这一概点。念，不需要知道原理，只需要知道结果就行。总是没有什么原理的。暗夜内战拼熊驱散，它就默认只驱散一种效果了，看哪种先加，好像是。这一波暗夜的阵型还是不错的，那六里十白打，牛跟绿皮都点不到鸟的，只能点到英对，雄，六狼十打骑这里七也十。没有说能够突上去。这一波，哦，小 KK 直接放弃了。其但实是能人打输一了呀！下，不过直接放弃了。啊，这怎么就推了呀？小 KK 分还高一点。我跟你说，就是你教坏别人，真的。抵抗精神哦，都没了，我的问题，那肯定是你的问题啊！我的问题。哎，遭不住了。顶风作案啊！顶峰作案，好吧，致敬啊，对啊，没毛病。没毛病啊。他讲道理啊，他这个跟我那个局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那是零一开，他这最多三七开吧，这魔团。但是加上他本身团战挫连续呀。都不好说的办卡，还有想满哥的办卡。今天出现的是周西西，然后 Fast、Who，还有 Moon。Moon，然后 Who Fast，然后西野，两个 Arc 加两个暗夜出现了。那撤了，撤了。好，拜拜，我也撤了。好，今天直播就播到这了。月底了，所有人都完工了，所以会撤得早一点。明天就可能播得晚一点了。明天还是 C 组，明后天还有比赛。明天的话有菲菲、Colorful、Foggy、Trimico，好像没了。Free 芒果哥哥，还胡可小以的，生，感觉一般吧。可以搅一搅的。对，他们三个有一丢丢搅局的实力，但是还是不大够的。那明天再期待比赛吧，大家明天见了，拜拜啦。